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今天要讲的事情啊，越到后面越沉重。那最近中国的民怨啊是越来越大了，而且啊也发生了不亚于铁链女的荒唐事情。虽然我们看不到大规模的全体啊十四分之一也好，十四分之二也好的这种人群去抗议中共，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现象看出来。上个礼拜开始，越来越多人跑去河南的开封府包公寺下跪痛哭。包公抑郁着什么？相信这个就不用我再解释了吧。这其实就代表着很多人呐、不信任中国的公检法、中国的法院呐、中国的公安呐。其中一名女子啊，她就发文表示，因为啊，法官暗示我要贿赂她，才能帮她打赢维权的官司。但是啊，这名女子她根本没有钱可以去贿赂，所以啊，她败诉。后来她的表姐带她出门旅游，到了河南的开封府，触景伤情呐、大哭大叹下跪。为什么中国没有包青天在世？而随着这件事情在中国的网络上红起来之后，越来越多人跑去开封府下跪痛哭。当时就有非常多的中国网友在说啊，肯定没过几天啊就会说什么呢，开封府维修不开放。结果马上灵验了，在3月16号啊，开封府就贴出了施工维修暂不开放，什么时候开放说不准。果然啊，大家懂的都懂。所以我们可以得知啊，大家盼着一个包青天能救民于水火，但事实上包青天他还是独裁体制的一员呐、只是他是公正而已。如果这个人他今天不是公正呢，所以本质上还是独裁，对吧？是谁让他说的算？他后面的皇帝，他后面的皇帝给他这个行使正义的权利。如果今天皇帝不肯，皇帝不给，你有公检法，你有公平正义的体系，那有个屁用啊？皇帝他可以凌驾于法，对吧？就跟党它是可以随便改的，党也可以凌驾于法。那皇帝给包青天随便按一个颠覆国家政权，那包青天他根本无冤可伸，他自己估计也要再去找一个包青天去伸冤的，对吧？而很多人都说中国不是100年前的中国，但事实上还是不是说你用了手机，你用了电脑，你穿了洋服，你就不是了100年前、500年前的那种制度跟文化。而且在中国，你要当一个人权律师都是非常困难的，很多律师重一点的被入狱，轻一点的被监禁啊、被监视居。那上网找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堆案例了。我这里懒得再举例，我频道做这么多年啊，有观看我的观众都知道我在说哪些律师。记得啊，去年《满江红》这部电影上映之后，非常多中国人跑去勤快夫妻这个下跪像痛殴，对吧？还拿木板去砸秦桧夫妻的雕像。所以在中国，不管是爱国还是维权，都只能去找雕像了。如果靠一个人能改变这个国家，能改变这个风气，那这个体制它就是腐败的。因为换下一个人上来之后，他也可以说改就改，说变就变。小粉红是不是该出来洗地一下，说包公是不是境外势力、宋独分子想颠覆有燕云十六州的契丹辽国？我在开封府看见有日本人在煽动，对吧？跟你们贵州大火的时候说是一样的哈。还有这个农夫山泉，你们看包公后面这个红太阳是什么？像不像日本的国旗？包公就是妥妥的疆独分子。我们可以看到包公的额头上有个月亮，像不像新疆独立的国旗？你们这些人去包公府是想谋反是吧？这样的粉红逻辑你们学会了吗？接下来真的要讲很沉重的事情了。河北邯郸市一位13岁的国中生小光啊，他因为长期受到3名同学的霸凌，在3月10号被 S 了。而且啊，这里啊已经被弄得跟阿强哥一样了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看不出来啦。而小光被埋在临时挖的土里，深达2公尺深。而当地许多的农民指出啊，2、3个国中生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挖如此深的土坑，因为当地的土壤也非常的硬。有很多的这个壮汉，甚至这个委托律师跟家属都有去拍片证实过。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啊。这是一个大人挖的。这个没有2个小时的，它挖不了一米的。2小时我觉得挖不了。就我们村旁边三个小孩，我的小孩，这是我前头刨的坑，不到2米深。我的坑是1米8，我刨的这个坑头是用的一上午，基本上是不停的，最起码得5、6小时，就我这脑子了，他很难跑的，累死累活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，三个国中生根本是不太可能的，除非是有很多人一起帮忙，或是出动机器，对吧？甚至很多大人一起过来帮忙。而常干农务的网友也指出啊，如果真的是这三个小孩所为的话，那他们手掌上应该会有很明显的血泡啊，或是伤口，
因为如果没有长期在干活的人，在短时间内又这么硬的土壤，你肯定手是会受伤的，你手肯定是会有一些摩擦长厚的茧或是长水泡会流血的，对吧？虽然这三名国中生已经被押往石家庄了，但其中两位凶手的家长已经连夜跑路了。最可笑的是什么？当地公安啊在袒护凶手，这应该也是中国的常规操作，对吧？并且限制被害家属维权，18号才进行了第一次的 ENS。在此之前，家长都是无法见到孩子的。那17号晚上，孩子的父亲跟这个委托律师开了直播，瞬间吸引了十多万的中国网友观看。但是怎么样呢？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被拦在门外，距离孩子父母签字到现在已经超过多少个小时了？超过72个小时。法医同志说还要再等7个小时到8个小时，甚至于9个小时。我们现在从1点到现在，大家可以看时间，现在几点了？10:16。现在10:16了，已经过了10个小时了，我们还是没有进去。被下架了，禁播了。而中共各大媒体开始在微博上说什么呢？网络上流传出了 3D 模型孩子的面部示意图啊，是造假的。中共媒体还出来说这是我要辟谣，不信谣不传谣，在搞笑。这个示意图是真的假的不重要，它就是个示意图啊！你是当人白痴是吗？为什么要拖这么多天不让家属去看？你哪怕有一个可信的制度，在网络上会有这么多你所谓的造谣吗？或是你所谓的猜测吗？人是不是 S 了？是啊。人是不是被买了？是啊。脸是不是已经变成阿强哥了？是啊。你是不是阻挡家族维权？是啊。你是不是下架直播了？这些通通都是嘛，这些是最重要的。你还在那边说这个 CT 的示意图是造假，那重要吗？ 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吗？是真的有毛病，罗刹国。文章还说什么呢？要让那些帮忙维权的中国网友或是中国网红就责，因为你们造谣。你们这种鸟样，还想我们台湾跟你当一家人统一我们自己如果有孩子 S 了，我们就会像这样没有管道发声呢，连律师可能面临着被下架或是入狱的风险，对吧？709那些律师几百个都这样。而小光在10号的下午5点，他的手机被关机了，手机内的钱支付宝、微信那些全部被转空。我实在不能理解，为什么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犯下如此之重案，把脸弄成阿强哥那样惨不忍睹？这让我想起胡心宇好像也是在学校后面的山区几百公尺。而校方在得知这个反应的第一时间是在说，这个孩子的 S 肯定是个意外。那我对孩子在学校有没有长期受到霸凌的行为，我非常的不了解。老师跟校长都说没有，也不愿意再多说明。但是有家长指出我家的孩子经过了这件事情，他跟我说小光长期在公众之下被这三个同学欺负，众所皆知的事情，那怎么老师跟校长现在不知情了呢？昨天我频道有上了一支影片，是一个中国反贼来台湾玩，感冒了，我带他去看医生，顺便带他去看我以前读的国小，这么样的一个影片，他里面就提到了中国的农村学校不只是破而已，更严重的是霸凌，更多的是老师的默认跟漠视。一些老师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为什么欺负你就不欺负别人呢？肯定是你有问题你惹人厌。而老师反而会痛恨被霸凌者，因为你给他找麻烦。我平时教学已经很忙了，你还要花心思去处理这些事情。又或者是被霸凌者他可能成绩不好那老师更没有必要去关心你，对吧？你就是底层，你就是烂了，你赶快毕业滚一滚，你去下一个学校被欺负不关我的事。我做这个频道3-4年，看太多这个事情了，也听太多中国网友跟我说他学校怎么样，他学校怎么样，他学校怎么样。我不是说全中国的老师学校都这样但是这个情况在中国真的算常态，尤其是农村地区中国不是只有北上广深叫做中国，更多的中国是农村。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有恶性事件，台湾有没有霸凌？台湾有。日本韩国有没有？有。但比起中国来说，我们台湾申诉跟曝光的管道真的比你透明太多了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跑到开封府去哭还被封呢？所以每次看到这些被霸凌到 S 的，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其他国家的，我看到都非常的伤心因为我也非常的懊悔。我懊悔这个是会跟一辈子。我在这边要自白一些事情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有霸凌过别人，而且是我们5、6个、6、7个，我们知法玩法，用了不带脏字的话去羞辱他人，让被霸凌者受不了暴气摔东西，甚至冲上前推我们，或是做这个反抗的动作打我们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合理动手，因为是你先动手，那他也不敢跟老师说因为他先动手的之类的，反正就这样长期下去嘛。那有一次老师把我单独叫到这个导师室去谈，拿了被我们欺负人的作文给我看，我看了他的这个作文，他写班上最聊得来的人是我，
啊，跟我聊历史的时候，他是最开心。虽然我们会欺负他，但很多时候我会跟他聊历史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对历史非常的有兴趣。而那个时候，我真的看到心揪了一下，我之后就没有再欺负过他了。直到上了不同的高中之后，在一次的同学会，我跟他道歉，我真的非常对不起他。小时候不懂事，跟其他人一起欺负他，来彰显自己好像比较厉害、比较威一样。我在想，如果当时啊没有这些老师的介入，还有辅导师的介入，还有主任的介入啊，当然不止我一个、啊，还有其他人，甚至他们还站在我们这边啊，默认这件事情，不管这件事情，那、啊、真的后果不堪设想。那当时的我们肯定会认为这件事情绝对可以越做越过分，因为老师不管，那我就欺负他，因为他越来越懦弱了，他越来越听我们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对他越来越过分。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当时的老师。还有那些辅导师的人开导，以及被我欺负过的同学，他愿意原谅我。那当然，其他同学有没有去找他道歉原谅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但我只负责我的部分，所以希望啊，台湾以及中国甚至其他国家，未来真的可以减少这些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果真的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，应该有更多的申诉管道跟曝光管道。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喜欢记得点我，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。我是八号，下期见，拜。